早点来他就死了呀，哥们儿，你往左边去干嘛？干啥？不行，不是死了。没看到我吗，兄弟？他就不想跟你助攻。我在路上，激活敌方射击。啊？这看到要高点距离。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他也来了吧？注意危险！打不过，打不过，他还有虚弱，我没虚弱了。可以来，下路可以来。大家在上面。线进的有点慢，就两个兵线。勾墙走了吧，勾墙应该能走，勾墙把他打我，哎，我捏大招，直接上吗？我能大招开一阵，我感觉酒桶还在呢，不然他两个走了。别急，那我就还想开。没看到。注意危险！Enemy killing spree。我操！这还给他说了。注意危险！拉一下，拉一下。远离敌方，唢呐！他们避，让他们避，咱速清一波再回。先到了也没什么用，咱们这个阵容。就死盯对面维鲁斯啊，这个人伤害巨高。我在路上。先锋和亚龙登场，
行，两个大招，两个大招。我操，这他妈！人马开人的时候，我们都没在位置上，我也输出不了。等我上去的时候，脸上就一个情侣。太急了，开了。那我们回去就好了。这边动了呀？还要抢吗？打龙嘛，打龙嘛，绕回来，人马，绕回来。感觉都要不了了呢。这波他们家上单没了。给玩废了。人马能来吗？走走走走走走，注意危险。操你这推我线啊兄弟。回中路正好吃这一波，我们俩正常对线的。哎，我真不理解，我操！这把很难了，我们家中野对面威鲁斯挺猛，我们家中路是个 T 吗？小妹儿，对面都是 AP 啊，你做这个铁板鞋干嘛？我方中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，附近有眼。这伤害值真高啊！打不了啊！酒桶要来，酒桶要来，小心小心。把酒桶再中，我的。打情侣就成，打情侣。出点魔抗，这把其实好打的。是。不是这个维鲁斯的伤害怎么会这么高啊？我方中路防御塔。电型啊，电型啊，干嘛？注意危险。很烦呀，他妈先把维鲁斯搬了。把线带过来，别急啊，他越了。我方下路防御塔就给你当保安来拿争议。这 EZ 还能打吗？上走。
多特龙哥在后面的，可能三角草那位置，你小心。OK OK。你就得防着他，现在他秒人一套一个。这些自然之地了。他们是要拉我们家前排打的，对面这个阵容，你不要冲太靠前了，人马进去要被秒了。元素亚龙登场。你开到人，酒桶就要扔大。nice， 好切！打维鲁斯啊！够不着，够不着，够不着！打前排，给我打前排！别切，还能打，还能打！别切，别切，慢慢打，慢慢打，杀完了。我没看到维鲁斯，我都没有。刚才提莫可以跟我打维鲁斯的，他就只有万豪去了。就是他已经没有大招了，口音正确。没大招，他也是一个很大的危险。哎，我们为什么不打龙啊？这个，我们龙没打吗？刚才？小心 EZ 打，让他过来放草呢。我方已击败亚龙。因为别人有可能是大主播，来拿增益。我方上路防御塔正在被攻击。Turret lost。别给视野，龙啊！嗯，对啊，别自己吓自己，赶紧做个视野。我带的扫描的，扫一下。哎，看维鲁斯。他掉点了，直接开龙就行了呗。抓！看我，看我，来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看我，看我呀！我在的，我在。别，不能，晚点，没勾到，没勾到算，勾到可以杀。大龙打大龙打大龙。能人抗吗？发起攻击。听嘛，有面具你来打人啊，飞快！哎呦，提莫活下来了！我操，瞄了个这么半天没送。想想，我做个水。水银做出来了。等一下圣，等圣带下线，等圣带下线，别急。等我下播线。还有一分钟呢，没关系。我有预感，兄弟们，下把对面要进德莱文了，你看着，就这两把打完。
我操，我水你都点不出来。他浪了呀。给机会了呀，水银都点不出来啊。基地护盾已失效。滑板鞋打这种局能打吗？ Enemy turret destroyed。来拿增益。维鲁斯没大招，这里危险。怎么感觉要炸？好肉啊，一个杀不掉啊！你天哪！没事，龙没杀就没大节奏。破盾呐、啊，没人做破盾呐、啊。请莫做个那个海灵泉乾坤呗。这波我的，我想点那个塔。请莫做个这个呗。要么就人马做一个呗，人马能做吗？巨石之牙呀，别掉点啊，你千万别掉点，你掉点龙丢了，远古龙得破盾了，不然打不过啊。维鲁斯不在，来拿增益。他们要放龙魂吗？我们那时男爵登发起攻击，直接动，不能动。威鲁斯不在的，他能不能开人，打人，开人，帮我看下万豪呗，往龙靠，兄弟们别急，别再往前顶了。哎，拉一下呀，那就打吧，反正威鲁斯输出环境有点好。可以，动龙一波了，动龙，能中路直接一波吗？好像能，动了，集合进攻远古，动龙，你个人啊，哥，我知道，我真能一波，你们信我，一个人操作一下吧，那就，算了吧，拿双龙吧，那就拿双龙吧，人们打得很慢的，集合进攻，人们打得比较慢呀、啊，对啊，拿双龙稳，啊，我的。他不打我，他打我都杀不掉我。我们俩活，九秒，等一下。现在打也来得及。等一下。3、2、1 ，OK， 活了。击败远古巨龙，敌人消失，远离那，集合进攻那时男爵。拉大吗？哦，吓我一跳！我操！等我一下，别急开。一分半了，不急。不，主要他俩没伤害，你知道？你的 EZ， 其实女魔法伤害，我这么多魔抗，我不掉血。装大龙呗。打人比较好吧，啊 ，Tim 过来，动，看能不能偷个人，打人比较好吧。干嘛要平场？没必要，我们远古龙 buff。Perfect。
包一包。OK， 游戏结束。你血流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，拉出来！牛逼啊，我的明星主播！拿下，拿下！这把还没少加啊，这把终于有一把加的算高一点了。